样文学国文起手式。戏台上活跳跳的演员，他总是要下台的。生命只是白痴说的一个小故事，慷慨激昂，却毫无意义。我冯玉刚也不会教别的，戏台上爱的死去活来，恨的死去活来。我的幸福水平线并不全然与味蕾的福祉联动，即使是滋味欠佳的隔餐便当，也不能兼损我的心情。这大概是我可以常年吃素，丝毫不觉得损失的原因之一。我是严娜，如果你筋骨僵硬的话，那你每一天都该来一点散文写作操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我是易鲤豫，要和你谈谈轮梦高手养成记。为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。我是陈美贵，我想跟你谈的是古典散文的思想灵光。样文学，国文起手式，高音开播，飞扬赖哦。